在日常生活中，80%的家庭还在为以下情况的出现而倍感困扰：一、供暖速度过慢，房间冷热不均；二、冷热水压力不足，导致用水不畅。这些不舒适的感受往往可以通过格兰馥春意循环增压泵得到改善。春意循环增压泵是格兰馥于2017年发布的一款全系列热水增压循环产品，专为供暖系统内的热水循环和冷热水供水增压设计，将显著改善您的生活品质。首先，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应用场景。无论是哪种供暖方式，热泵系统、锅炉、壁挂炉或者太阳能系统，格兰馥春意循环增压泵都能在合适的位置一展身手。主机与水箱之间的循环，水箱与暖气片之间的热水循环，水箱与地暖管之间热水循环，格兰馥春意泵保证了循环的效率及可靠性。此外，格兰馥春意循环增压泵还可以对常规市政供水、太阳能上下水以及生活热水供应进行增压，确保有足够的水压。格兰馥春意循环增压泵具有以下非常卓越的特征：便于您针对不同系统进行选型。一、高性价比，节能高效。高效的水力与电机设计可在较低的功率下覆盖更大的应用范围。二、优质选材，性能可靠。高标准的选材及设计，介质温度高达100摄氏度，压力高达68的条件下仍确保稳定运行。三、安装便捷，通用性强。格兰馥春意循环增压泵安装方便，通用性强，可快速对现有系统进行改造升级，而且部分型号可以进行立式安装，更有效地节省空间。格兰馥春意循环增压泵能够为热泵系统、锅炉、壁挂炉或者太阳能系统提供持续稳定的循环和增压功能的保证，提供可靠的品质保证。格兰馥家用泵，美泵美家，来自丹麦，专注水泵70余年，使中国家庭尽享北欧优渥生活。扫描二维码关注格兰馥家用泵微信，丰富奖品您不停。